要，那视觉上的平衡哈、哦。所以这一组操完之后，在他的你们有问题可以问，也可以聊天，不用很拘束，这样我会很紧张。因为我一向上课都比较活泼哈、哦，不用很拘束哈。上去的时候你就不能安慰微的变成反面，所以那个向阳性很重要哈，因为那在景那应该怎样说，哎，一向着阳光的地方生长，所以要去注意它的向阳性哈，把它的神韵抓出来。果贺叶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在最后呢，把果贺叶拉几片上来。好，这个作品就完成了。等一下，我稍微把海绵补一下就好了。OK。好，那非常的感谢咱谢老师的这个餐桌的这个示范哈。咱希望呢，趁着出街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个火鹤花吼，当普遍来使用着咱这个火鹤花吼。再、哦、来，咱老师嘛要过来给咱示范一个这个上背的这个吼、哦，火鹤花这个设计的这个礼品哦，吼、哦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就是火鹤花的礼盒设计。那一般呢，我们送火鹤，那他说恁足高兴的，啊，他金黄足水，对吧？哈，啊，金黄足水，爱知影讲，伫咱岛上简单的方式，不要插花嘛，但会当把咱的火鹤包装的水水，人客来看到，以后送礼就知道找你们。好，那所以今天这个。用着女孩待嫁女儿心的粉红火鹤心情，借由这个呢包包，然后里面呢有火鹤的心情，代表的充满浪漫女孩即将走入婚姻的这种甜蜜梦想。不管呢在头饰上呢也是一寸一寸一寸呢，代表呢她即将呢进入婚姻的殿堂的这种甜蜜和期待，浪漫粉红心，好甜蜜哦。我们在场的媒体朋友们，也欢迎大家能够将今天的我们这个火鹤协会呢，对。之外呢，它的花型色样非常的多哈、哦。那么呢，米黄色、金色系的呢，也能搭配这个非常华贵的金色礼服，呈现出来呢，就是呢，这新娘呢，在一场宫廷婚礼当中呢，一种气势，一种呢非常华贵的气质哦。那也配合我们这个呢，设计花艺老师呢，用这白色火鹤梦幻白纱。能够拥有这个浪漫动人的婚纱，是每一对新人的梦想。那么新人呢，也可以发挥创意哦，达到心中美丽的梦想婚纱。那火鹤的这个形呢，就好像呢一颗美丽的心，待嫁女儿心，搭配银火树的梦幻白纱，勾勒出新娘最动人、闪亮的影像。幸福火鹤 Number One。
就是讲，我们要异业结盟，因为阮这个山地吼，台南这山地是咱台湾全省内底山地山区上盖大，啊出口量也上盖多，咱差不多有台南只有50几公顷。啊，出口量嘛，差不多是500-600万斤有，吼，出伫日本的量啦。所以讲，咱遮大的量，咱就是爱来做一个足大的广告来行销。那咱这个协会是全省的协会，那农委会希望说，我们当办一个，我们会员大会来带办一个活动，所以我就结合各个行业，就是比如讲餐厅、吼旅游业，再来就是婚纱和老师的设计。所以我办这个活动的意思就是讲，因为咱火鹤花为什么会在用在婚礼适合的？因为它的花型是心形，是一个爱心，然后也颜色是非常的缤纷，非常的热闹。伊唔免任何来花，只要有绿叶配起哩，阮的花就当作水做一个足好的布置啊。所以讲，阮适合比这个婚礼的意思就是取它的心爱心，颜色缤纷，很热情，大家拢就好来中华点。然后最主要是火鹤，火鹤它的音是一个鹤。哦，就是百年好合的好，所以大行拢是好，结婚的是好，大行习俗拢中好，好好好好好好，大行拢好，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音，然后就想到这一个主题，我们来做结婚纱展，然后希望说，大家要结婚的时候，也当用点我们这个爱心象征爱心的东西来布置，还有就是多用我们使用的火鹤花，在市场上都很容易买得到，你只要去花店，你甲讲我要买火鹤花。的拢有啊，颜色任你挑任你选，哦、只要新郎有介意的颜色，咱拢有。所以讲，阮会办这个活动，甲新郎讲，咱要安怎来使用这个火鹤花？你要用伫捧花买鞋赛，要用伫现场布置都可以。所以说，而且重点的是普遍性都可以买得到，好、哦，唔是讲就拍卖物件啦，就普遍，任何花店都可以去跟他购买火鹤花。